是龙象大战嘛，那为了呼应这个主题，我们让两位玩一点 PK 的小游戏，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海盗船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，石头布，石头布。好，好，好，行吧，徐立先攻，基隆先攻，对，基隆先攻。剩三只了哎！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龙象大战，剩四个而已。拿的。可以看到吗？好，那就是你。还有就是帮我们跟进聊啊，今年的龙象大战是在4月23号到6月23号，等你来战。可以吗？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剩五个，还有四个洞呢，怎么可能没跳吧？可能没跳吧？今年在台中高地球场的龙象大战主题日，4月24日。进入唱进入，今年在台中高地球场。开始吧，红宝，红宝记好，红宝，红宝，红宝，许基宏。